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nson Vibes， 我是一个唱作歌手。咁点解加个 Vibes 呢？因为我觉得音乐就好似一种 vibe 咁样，无论你喺边度，你咩心情，你听一首歌就会俾佢嘅 vibe 所带动。咁所以我希望成为嗰个 vibe。咁去到真系几时接触 busking 呢样嘢咧，反而系冇架 band 之后。我记得有一次咧，我就拎咗支吉他同埋个 amp 就去咗屋企附近嗰条天桥度 busking。其实都好紧张噶第一次，因为好多人来来去去啦，咁你又要唱，又要分享音乐，但又唔知道有冇人听紧。咁呢个心情系好紧张嘅，由 busking 去到唔同嘅舞台演出。我覺得每一個演出，無論是大或者小，其實都是為你的下一個演出做準備。今次我都很期待可以 live 入面跟不同的 busker 一起去玩，一起去 enjoy 這個 stage。 我覺得大家要相信自己的才華。在這個音樂路上，主要遇到的挫折是試過沒有靈感啦。那怎樣 overcome 就是帶自己的內在藝術家去約會，即係譬如去真係自己去睇套戲啊，或者睇場 concert 啊，真係俾多個空間你同你最真實嘅自己相處。嚟緊四月一號，我就會喺HGC 搞嘅一個關於九十年代主題嘅 music live 嗰度做演出啦。咁今次亦都預備咗一首九十年代嘅歌唱俾大家聽啦。咁想知係咩歌，到時就要留意。在 TOP 商場搞的 HGC 90年代音樂會，希望到時見到大家。